妖猴到底喺咗边啊？咦，呢间庙咁古怪嘅？妖猴，三眼仔啫嘛，使乜惊啊？妖猴，任你点土都同唔过我法眼，等我踢烂你嘅庙门，打烂你嘅庙窗。喂，王俊发啦，你好。知唔知第一日入稿要做啲咩啊？咩啊？睇上笼压你十年八年，我法技啊！ 吓，货真价实，同手无欺，起身嘅保护。保险，谂谂佢啊！呢嚿咩？海盗船黑心轮咯。甲板上面嗰啲朱古力件事比重差过小学生嘅劳作，忌廉未发够。船身啲朱古力碎又粗又大粒，可油成分又唔够，根本冇朱古力味。同你整碎啲蛋卷油黑扮朱古力有咩分别啊？简直侮辱咗蛋糕，侮辱咗只船，垃圾之中嘅垃圾。实在太好啦！ 你攞住，边本王啊？本王罪孽深重，求你鞭打本王，好等本王可以赎罪。求下你，你啊，快啲！好，好，再嚟！你讲咩啊？你成日话人，你有冇谂过你自己啊？你咁中意人，你点解唔会追翻佢？ 我当佢系朋友咋？你当佢朋友，咁你当我系咩啊？老婆好未啊？你由细睇到我大噶啦，我系点你唔知咩？我又唔系当调解揾食嘅，除名咪除名咁咪所谓啊？真系咁睇得开？除咗牌有乜所谓啊？我照样可以盘住我厚多士嘅精神，帮人调解纠纷，最紧要帮到人啫嘛，有乜所谓啊？虽然可能系有滥用之嫌啊，但系唔开心去到可能系自杀。 冇胃口屙唔出，亦都可能系有病。我哋唔可以妄下判断，只要市民有需要，我哋就去到场。好多时去到先知咩事。